把洪匪交出来！你们这是把受伤的洪匪交出来？你说什么？老东西，给我装糊涂啊！别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，哎，爷爷，你不会说这不是血吧？啊，这是血。 可是病人吐的血，病人吐的血。爷爷，你凭什么打我爷爷？哎，小宝，来来来，我酸着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别疼了吧。 报告长官，收到一只红匪的军帽。谁的这是？啊？这是我的。拿给我。 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就把帽子还给你，啊！这帽子是谁的？是我的。你的？嘿，孩子，是我哥哥给我的。你哥哥给你的？我大哥是红军。老总，老总，哎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摔着没有，李大姐？来。 你再说一遍，谁是红军？我大哥是红军，我二哥也是红军，我长大以后也要当红军，专门杀你们这种白狗子。不错，想法不错，有志气。 孩子呀，他不懂事儿啊！不懂事儿，想着当红匪啊？他想的没错，我要是年轻，我也参加红军。老总，老总，他说的是气话。 千万别生气啊，老总，老总，红军是天兵天将，总有一天要消灭你们这些恶魔。没错，我就是恶魔。你，放开！你，上天害理呀！ 你还不把报应了你？什么是报应？什么是报应啊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杀人放火，老天爷呀！你还有毛脸皮？哎呀，老天呀！大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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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手拿开，要不然你们俩躺一块儿。我看白水镇就是一个红匪窝子啊！啊！团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团座，蛔虫大洋是个红窝子，死的都是红鼠。红匪呢？在里边搜着呢。包长官，里边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红匪。什么？你再搜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我们是中央军，不是土匪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杀人呢？
我有证据。军帽，那还有血呢，新鲜的。这是新鲜的血迹，肯定是受伤的红匪想要求医留下来的。伤得这么重，就算是不在这儿也跑不远。你快去后面看看，我在这盯着啊。哎呀，你怎么出来了呀？在里面闷得慌，想出来透口气。你知不知道外面满街都是白狗子？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我快提去。我像你们这会儿的时候，天天挨揍，你就看我现在，好歹是个排长了，长官还是想揍就揍，懂吗？一定得挨揍。别都在这闲聊啊，你去看看那女的。是啊。排长，人在着呢，放心吧。你，好好看着他。其余的跟我走。是。什么人？我是他二表姐啊。那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李玉梅，昨天她带着孩子上山砍柴，一宿都没回来，我们找了一夜。长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玉梅的女儿小妞上哪儿去了？哎，站住！带回来。老总，认识这个人吗？哟，这不是玉梅吗？她怎么了？那她呢？哦，她是李玉梅的二表姐。撤！别紧张，沉住了气。你们俩看外边。是，咱俩人守在这儿。长官啊，您请坐。桂云，赶紧沏茶。鬼子，怎么称呼？姓马，名家辉。哦，马掌柜，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。是南昌人。哦，那怎么想起来跑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了？是受朋友之请。朋友？这个店原本是一个朋友的，他不想做了，让给我，我就只好来。以前也是做买卖的，只是做一些小买卖。长官，这里有情况。错了。他就是一普通村民，我们刚刚去过他们家。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过来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就这锁，开箱都打不开。马掌柜，啊，这里边是什么？嗯，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钥匙呢？给我打开。没钥匙。真的，我们从来就没打开过。没钥匙？这不是你们家的柜子？这个是主人留下来的，我们从来没打开过。给我砸开！是是。哎，别砸呀！这砸坏了，我怎么向主人交代啊？柜子好像刚被动过啊！把它给我挪开。是是。空的。
上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也是你以前的主人留下的？你不会说又不知道吧？不，长官问你话呢。不，不知道。马掌柜，这就是你藏夜草的地方吧？夜草？行了，马掌柜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。表面上清清白白的做生意，背后呢，搞些烟土、私盐，还有假钞呢吧？哼，撤。留步吧。啊，慢走。老妈，老妈。啊。刚才那女红军怎么突然没人了？啊。玉梅啊，来，先喝口水。你呀，也别担心了。休息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去找小妞啊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性格啊，怎么老是不改呢？你看那些白狗子，又拿刀又拿枪的，你怎么敢这样啊？吓死我了！昨天一晚上也不回来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把我们急得，我们前前后后村里村外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着啊。我爹呢？你爹啊，他到镇上找你们去了，我跟土生就在镇外找。就是找不着啊，找了一晚上。玉梅，玉梅，玉梅，小英，二姐，玉梅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大伯的。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在镇上被白狗子给杀了。队伍分成两队，一队继续搜查，另外一队把守好进出白水镇的所有路口，严密排查。是。哎呀，这就怪了，那地儿没有地儿能跑出去啊。去哪儿呢？他一定从这儿走的。犄角旮旯边边角角一个地方都不要放过。报告长官，咱镇东的石桥底下抓到一个红匪，把他带过来。是。说，你的同伙在哪儿？
既然这个男红匪在这儿，那个受了伤的女红匪也跑不远。我这就找找去。记住，我要活的。知道了。走！快点，这边！这边，这边！去那边！跟我来。就被他抢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被杀了的。回来！你现在不能杀不了他，反而会送命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玉梅，你得听劝呀、啊。马掌柜说的对。马掌柜，那我爹就白死了吗？我今天非得杀了他，谁也拦不住我。玉梅，放开！梅，你想过小妞没有啊？啊？如果小妞回来了，她爷爷没有了。他娘又没了，他以后会怎么生活呀？
再说了，你爹现在还躺在大街上呢，谁来给他入土为安啊？玉梅，你就听我一句，先别你爹葬了，小妞的事儿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？是啊，玉梅。啊，小英，走吧。来，我们给他拖回去。走吧，玉梅。我们走。长官饶命啊！长官饶命！长官，长官饶命啊！长官，哎呦妈呀！叫花子，你跑到竹林都干啥来了？不，长官，我是在挖东西呢。去看看挖啥呢？是。快点！长官，发现你师弟。你把人杀了？不，长官，我没杀人，没杀人干啥呢？我挖他嘴里的金牙呢。死人钱你也挣啊？哎，长官，开枪打你，我钱废子弹，赶快滚！哎呦，我滚！哎呀，谢长官，谢长官，滚！撤。坐吧，老板，给我茶。李老爹被杀了，妞子又不见了，这好好的一家人说没就没了，这让玉梅怎么受得了啊？是啊，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搁谁也受不了，更何况玉梅呢？不过她还是听劝。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对了，老马，你说那个女红军伤成那个样子，她能逃得了吗？我这心里
怎么老是七上八下的呢？就放心吧，他肯定不会被白狗子抓到的。这群白狗子，真该把他们千刀万剐。你小点声。这里红匪活动这么频繁，我看就在这里驻扎吧。什么时候找到兵工厂，什么时候回去。是。这镇子里肯定有人知道兵工厂的线索，张贴布告，凡提供线索的，重赏。是。陈龙，陈龙，这边。陈龙，陈龙，他们呢？当时白狗子咬得太轻了，我们被打散了。哎，这孩子谁啊？昨晚清光警戒，救错孩子，从白匪手里抢来的。到底谁家的孩子呀？嘿，你瞧这小丫头片子。睡得还真香啊，
就他睡得香，咱们几天没睡了，这能怪他吗？不是咱们救错人吗？把他当成小心了，抱着他这样转来转去啊，用不了几天，咱这干粮都得给他吃。就你一个，就你知道吃。是是是，我不是也为你吗？三级声援，谁呀？老曾，程科长。有吃的吗？有啊，这儿呢。快吃。咱兵工厂呢？在敌人来临之前就转移了。我说呢。那老刘呢？老刘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又怕拖累大家，说一定要留下来等女儿。那兵工厂转移到哪儿了？千层岩。这写的什么？妈的！反举报红匪兵工厂居家者，赏大营500。反举报藏匿红匪一名者，赏大洋30。500块呀！这要是能发现一个红匪，就是30块啊。这他奶奶的，这好不容易抠出个金牙来，让你当官的一脚给踹废了。总算是找着了，哎，哎呀，这可是真金子呀！哎呀，这回可有酒喝了！哎哎哎哎还来点什么？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啊，掌柜的，啊，跟您打听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听说这儿有红匪。什么？你打听这事儿干嘛呀？哎呦，哎，那街口贴那告示你没看呀？
要是知道洪匪的兵工厂，那就上大洋500块啊，500呀、啊！这个是，哎，你要知道啊，就告诉我，我去告发去。哎，好人让你做，赏钱嘛，咱二一天作五，一人一半，你说怎么样？行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行了吧？哎，就你这小酒馆，八面透风，四处透气啊！你又是这儿掌柜的，这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你呢？哎，掌柜的，哟，来了您了，哎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哦，不了啊，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对面的回春堂。里边怎么没有人呢？是没人呐，他们家出事儿了，祖孙俩呀都给杀了。为什么呀？说他们家藏了红军伤员，其实啊根本就没这事儿。哦，谢谢您啊。七少爷。火焰的肃杀。